我这条土狗进了城啊，就找不着北喽。您就放心吧，人家进城以后住的是别墅，没事儿，是吧，老黄？啊，走，找妈妈去了。三婶，啊，麻烦帮我把这个后车门开开。啊，好嘞。好嘞，谢谢。得嘞，谢谢三婶。老黄，来，上来，让你坐副驾，过来。 来来，上车，上车，上来！哎，好，喂，走了，三婶啊，顺子，哎，那个你可得把招弟儿给我伺候好了哈，要不然找你算账。我哪敢不给他伺候？哦，对了，三婶，麻烦您个事儿，要是冯主任找我呢，您就跟他说一声，下午我就回来啊。我还跟六子说了，回头中午给您送点鸭蛋。行啊，太好嘞，哎，老黄。 进了城以后，可别把自己看花眼了啊！哦，颜色不错啊，我尝尝啊。 行，还行，不错不错。再加点盐，啊，好，该死该死。这个时间也正好，行，我上超市买只乌鸡去。啊，那您去吧，我看着就行。你行吗？行。那我去了啊。哦，盐别放太多了啊。哎，好，知道了。 原因是这儿没有鸡酱。哎，我给你熬了保胎的汤。呀，你啥时候学会熬汤了？我不学会熬汤，我怎么照顾你跟二宝啊？哟呵，我总算知道啥叫母凭子贵了。哎，你看你多有福气。哎，大宝呢？睡着了。哎，来尝尝。嗯，哇，香。 味道如何？嗯，不会吧，熬汤这么难喝呀？有这么难喝吗？哎，慢点，慢点。哎呀，没事吧？哎，真是的。 问世间情为何物，直叫人吃饭想吐。还是做男人省心。没错，所以咱们呀得好好罚罚他们。等杨顺来了，你得好好使唤使唤他。哎，你是怎么折腾麦克的？我，哎，反正这结了婚吧，男人就得当奴隶，咱们女人呢就做一个三好主子。
一定把老黄看住了，啊！婷婷怕狗，别回头给他吓出神经病来。我知道。啊，那我走了。哎，不是，你去哪儿啊？我得买点建筑材料啊，压厂等着用呢。你晚上不过来了？哎呀，不就这一两天吗？你倒好，有了压厂，我就排第二了。谁说的？ 我那是看好你的兵呢。那行吧，去照顾好我的兵吧。生气了？没有。亲一下。我不。你还不？哎呦，亲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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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生气了。哎呦，谁生气了？烦人。照顾好老婆。知道了，去吧。 把包给你啊，路上小心点。好，老黄，拜拜。老黄，跟你爹说再见。老黄。 带你参观你的窝喽，肯定是躲起来。哎，进来，漂亮吧？啊，豪宅呢？快走。嘿嘿，这可是五星级的，参观一下吧。 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哎呦，好了，你这小赖皮，我跟你说啊，这儿呢，就是你的窝了，以后呀，你就在这儿陪我。呦呦呦，你怎么耍赖皮啊？你怎么就给我躺下了？赖皮鬼！哎，哎呀，我跟你说啊，这儿是城里，
跟咱乡下不一样，你可别见了人就讨好，听到没有？你要见人讨好，他们就会觉得你特别贱的，听到没有？听到没有？还有啊，你对你那个小姨，你得跟她客气点，她可没有那么野。哎，你也真有福，是你爹该享的福，都被你给享了。 什么心情那么开心啊？是不是同阿婆谈公司那个事情有好的结果啊？他挺喜欢我们的idea的。阿婆还说，如果我们要需要的话，给我们介绍几家英国的 i bank。 Okay, that's good。Michael啊，哎呀，来来来，那边坐一下，爹地有话跟你说。哦，怎么了，爹地？ Michael 啊，我想你应该回青港一趟啊。你妈妈一个人在那，我怕忙不过来。婷婷跟娜娜都需要人照顾啊。OK， 哎，那如果我青港的话，这个 project， 带领你俩照样让谁来跟呢？还是你啊？我回青港的话，这边的事肯定耽误。没戏呀，耽误也是耽误几天嘛，啊？ 几天 ，Michael 啊，你回国也有一年了，爹地好像没问过你对于将来有什么打算呢？将来，爹地老了，需要你回来帮忙啊。但是我觉得我自己都还没 ready。 爹以前对你呢要求的确是很严厉，但爹地这么做，是希望能够磨练你，让你变得更坚强。其实爹地对你一直都很有信心的。唉，当年爹地因为车祸，人躺在床上。 这个时候，你母亲又离开我们。当时你还小，爹地是怕你经不起这样的打击，不敢去面对困难，所以爹地就采取一种比较客观的教育的方式来教育你。爹地对你的确太严格了，所以。 爹地希望您原谅。爹地，这个我明白的。我现在都是人家爹地了。我想，如果我是你的话，我的做法是一样的。 那就好。 但是爹爹，如果我回香港的话，那妈咪那边怎么办啊？妈咪那边你不用担心，她自有安排啊，永远不要怀疑你妈咪的能力。那倒是，这个在我心里面了。妈咪比你厉害了。<笑>加油啊！
那琴，是我吧？方浩，有什么事儿吗？啊，娜娜在你那儿住得怎么样？挺好的，你放心吧，我们相处得很愉快。那就好。哦，对了，我最近总是出差，没时间去看娜娜，麻烦你跟她说一声。好的，我会转告她的。等娜娜身体稳定了，我让她去看你。谢谢。那就这样，再见。好，再见。周总，等娜娜身子养皮实了，我和婷婷带着她到处去转转吧。好啊，有你这个朋友，娜娜就不会觉得闷了。工作呀，娜娜，以后你慢点走啊，别乱跑。我这不是心疼你吗？杨大夫说的话你都忘了？记得，快点听他。我来吧。哦，你也补一补。好。哎，婷婷呢？楼上喂奶呢。杨社回来了吗？把老黄放下又走了。这么忙？家厂离不开人。娜娜，带我去见见老黄。嗯，我得先跟你说清楚，你见了老黄可不能瞎叫唤啊。我为什么要叫唤呀？哎呀，我跟你说不清楚。总之呢，老黄是土狗，喜欢犯贱，你可千万别怕他。哎，我可不怕哟。你看看，还是爹妈见过世面，不像婷婷，差点把顺子给绑了。走，带我见见。走吧。不过老黄挺懂事的。当然了。老黄，看我带谁来看你了？老黄，看看谁来了？嗯，哎呀，来来来，姥姥好。老黄，快叫姥姥。哎呀，老黄真漂亮。老黄救过我的命，你就认他做个外孙了。老黄，以后这就是你的新家喽。咦，我们家又添新成员了，快握个手了，来握个手，来，来，公的母的，那我不能告诉你，不许看，不许看，我看就像一个公主，多漂亮哦，看看姥姥多喜欢你，要孝敬姥姥啊。
笑什么呢？你是不是在笑妈妈？不许你笑妈妈。妈咪，志伟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也不告诉我一声，我好去接你啊。给你个惊喜嘛，你现在那么忙，我自己回来就可以了。回家了吗？没呢，我刚进过公司，先来看你的。哎，妈咪，爹也和我说了，我这次回来是跟你交接工作的。这么说，你愿意回去帮你爹爹了？嗯，爹这个决定是对我的肯定，我好开心。我真为你高兴。喂，啊，丁妈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好，我马上就回去。老黄，老黄，姐，房间里都找遍了，没看见老黄。老黄，娜娜，你别着急啊。老黄，注意点，姐，你慢点。
老黄，老黄，老黄，老黄。去那边找，我跟婷婷去那边找。哎，当心点儿。哎，老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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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到底跑哪儿去了？老黄，婷婷，怎么了？谢谢你啊。谁让你是我姐？老黄，老黄。老黄，老黄，姐，快，老黄在这儿呢。哎呀，老黄，你吓死我了！快，快出来，快出来啊！来来来，快，快出来吧，快出来。哎，那个老黄，我错怪你了，对不起。那个。你跟我回家吧，老黄，你小姨说了，以后再也不欺负你了。来，快出来吧，快出来！老黄，我怀了小宝宝，我进不去，快出来！来来来来，老黄，啊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哦，以后再也别乱跑了啊，担心死我。行了，小姨都跟你道过歉了，咱们跟她交个朋友吧啊，握个手啦。快点儿！嘿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不难为他，咱们回家了，回去了。找到了，不给不给，我不给。娜娜，啊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怎么回来了？嗯，你从哪儿蹦出来的？哎，婷婷。哎，志伟，哎，你别碰我，别碰我，我刚被老黄舔了个遍，我得洗洗手。老黄，过来。哎，哟，你就是老黄啊？你那么快跟他画地为友了？喂。尼玛，怎么回事啊？哦，你还是问他们自己吧。哟，睡着了。嗯。哎呀，哪来的狗？哪来的狗？顺子，哎，快快快，别让他过，别让他过来！老黄，老黄，你别过来，你别过来！顺子，快，你堵着门，别让他碰我呀！姐，再说我就上楼去了。你不就是这么说的吗？我说错了吗？真是的！你真那么夸张了吗？我怕狗不犯法。哎，我说句公道话啊，要是没有婷婷啊，我们还找不到老黄呢。婷婷啊，可勇敢了。我听明白了，娜娜，你还得感谢婷婷呢。哎呀，谢我可不敢当。我姐要是不批评我，我就谢天谢地了。婷婷，今天是我脾气不好。嗯，怀在你外甥的份上，饶了我吧，我敬你。那你看在我找到老黄的份上，你也饶了我呗。行，那咱俩扯平了。嗯。哎，娜娜，嗯，你应该留杨顺多住几天。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鸭场才是他的主业，二宝呀，顶多只能算是他的副业。娜娜，你可不能这么惯着他。孩子可比鸭子重要啊！就是，丁妈，顺子、鸭子、二宝都一样重要。哎，那我听明白了，好像这个老黄比杨顺懂事啊，今晚的时候要陪着你。那是因为老黄知道跟着我能享福。那个姐，嗯，那老黄平时多长时间洗一次澡啊？老黄可要干净了，我打算以后一个月给他洗一次澡。一个月洗一次？嗯，那得有多少细菌呀、啊？哎呀，这狗跟人不一样，不能一热了就洗。
啊，是的，狗的皮肤跟人的不一样的，狗的皮肤没有汗腺，多洗对它皮肤不好的，就偶尔给它梳梳毛就好了。就是，你看还是麦子懂老黄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姐你现在有宝宝了，应该注意讲究卫生啊。这也对啊，哎，你也要注意夜宵卫生，多梳梳毛啊。哎，还是麦子最好。别闹了，人家婷婷说的对，你现在的身体状况和以前不一样了。再说了，大宝还小，抵抗能力还差着呢，尽量别让老黄接触孩子。哪那么严重啊？我跟着老黄他太爷爷买地盘，你看我不是挺健康的吗？去说说他，老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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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过来，老黄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哎呀，乖，弟，弟，我问你，你今天是不是跑楼上去了？啊？我跟你说，以后你不许再往楼上跑。楼上那个上头不是你待的地方，以后你要再跑上去，我就打你，打你，打你啊！还知道往外躲。婷婷，你放心吧，以后他绝对不会往上跑了。真的假的？那么听话啊？当然是真的了，我都已经教训过他了，他知道好歹，是不是？我不相信。老黄，可米，过来，过来，可米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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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老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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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来，过来，老黄，老黄，怎么样？我说了吧，不会听你的。哇，真那么听话呀？啊，我就知道你是最乖的了。这好听话呀！好了好了，这么乖，赏你块肉吃。好了，自己去吃吧，走了。哇，这真的好聪明耶！那必须的，我告诉你，什么样的人养什么样的狗，老黄绝对是跟我一样，能上天揽月下海捉鳖的狗，真厉害，长你一块骨头啊！哎，那还是我赏给你吧。婷婷，我给你盛点汤吧，来。不用了。怎么了？一点都不关心我，我哪不关心你了？那你还开我的玩笑？开你玩笑？刚才大家都在开我的玩笑，你还老站在老黄那一边。我又不是故意要找老黄别扭，我是看他对咱们的孩子有危险，你就不能体谅一下我？你就不能给我留点面子吗？你就为了这个吗？对。哎呀，老婆，你太紧张了。老黄不可怕，他怎么就不可怕了？我亲眼看见他往大宝身上拱，他喜欢大宝的味道呗。你怎么跟娜娜一个口气啊？万一大宝不舒服了，踢老黄一脚，你敢保证老黄不咬他吗？不会的，我在美国的时候啊，我的朋友都那样的，哎，他们还让他们的狗啊跟小孩一起睡呢。那美国是美国，中国是中国，你又不是没看见过那些狗咬人的新闻。老婆，你怎么了？今天啊，发那么大脾气？你才看出来，真够体贴人的。好了好了好了。
粗心，我不好。好了，这样吧，如果你真的不放心的话，我明天跟娜娜说，让她在后院里面给那个老黄装一个窝，这样可以吧？嗯。其实呢，你也不那么为难。反正我们都回香港了。要回香港？对啊，香港帮他了。你在青港不是干得好好的吗？干嘛回香港？我想是可能这一年我的工作表现 ，Daddy 肯定了。哎 ，Daddy 还说啊，我过了实习期了。是时候该上场了。你要去多久？我们这次不是去出差啊，如果一切顺利的话，我们就会定居香港了。去香港定居了？哦，这一次我跟妈咪交接完工作之后，我就带你跟大宝去香港定居。志伟，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做事情已经不找我商量了？你去不去香港，你有问过我的意见吗？我这不是跟你商量吗？那如果我不去呢？为什么不去呢？你那个时候在香港生大宝的时候挺开心的。在香港生大宝跟在香港生活那是两码事情。我的一切都在青港，我爸、杨阿姨、文静、娜娜，还有我的朋友。你现在突然来通知我，让我放弃二十多年的生活，跟你去香港，你觉得这对我公平吗？难道我对我以后的生活就没有发言权了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们就留在青港。其实我们回香港是早晚的事儿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有件事情我应该告诉你，荣成地产会在一年到两年之内撤出大陆，也就是说我们在大陆的生意快结束了。我去洗个澡。婷婷来过找你吗？没有啊，怎么了？他不见了，大白不见了。什么？到底出什么事了？